请 Kitty。加勒，请坐。啊，大家好，咱这节要来讲台湾春秋吼。啊，台湾春秋重点是要讲，要和大家了解讲国民党还是讲蒋介石集团来个台湾，安怎来控制台湾？哦。理论上叫做 social control， 就政治控制啊，就迄个社会控制，透过政治的手腕啊，用党政军特啊，党的国民党嘛吼，政就是政府的体制啊，军方啊，特是特务哦，政府是行政单位啊，特务就足济安尼吼。1945年10月25日台新啊，有迄、那个。中央统计局叫做总统，啊，还有迄个军事统计局、军事统计局叫做军统，吼、哦。啊，军事统计局本来是代理的迄、那个系统，啊，来个台湾初来个台湾时是叫做毛人凤，吼、哦。啊，代理迄个系统，你代理死了的时候，发生政内底内部斗争嘛。哦，迄当阵代理系的时呢，副手叫做乔家财，乔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是乔，家是家庭的家，财是才干的财，乔家财。啊，我现在知影讲伊是副手，我读大学的时候，因为家庭困难，啊，有一个刚，山西吼，山西霍县一个老先生，伊是迄个军事统计局摕落来，啊，摕落来时，因伊较慢来个台湾，啊，叫我去红，故宫伊就是共产党，啊，怎啊掠伊关？哎呀，据理力争，啊，出来的时阵，伊怎啊，买个做迄、那个。军统局的一个工作就对了，伊怎啊去伫个小南门遐吼，租一间厝啊，伫遐咧，买足济迄款的红啊册啦，吼小说啦，伫遐咧租册，互囡仔看咧，靠迄一撮仔的钱咧生活。但伊吼，伊感觉讲，台湾人啊，迄个阶段是真可怜。啊，伊就用足济收费吼，来帮助代代困难学生安尼。伫苏隆克事件发生以后，有一个伊个隔壁啊，住伫伊个隔壁一个家己人，啊，伫遐关，遐关伊想，这个囡仔时代嘛吼，煞个，这个囡仔才故意，自细汉就看伊大汉。啊！伊怎啊用足侪精神去，去救这个少年呢？这个少年后来做个台北市议员，当然是入去民进党啦吼。啊，做个立法委员呢。啊，当时我因为生活困难，啊，我就去挖伊，食饭去啊，带去啊，食呢，食伊个，甲用伊个，甲带伊安尼吼。啊，伊若无钱，拢去。找伊个朋友，就是较早伊个迄个朋友，伊个遐军统个军统局遐人，啊，军统局遐人来个台湾哦，大部分拢继续去做肉皮啊，做特务工课，啊，拢咧开饭店，啊，即摆去个饭店足好赚个，伊只起来借钱借借，拢来帮助只散车学生，啊，借借拢无行，啊，伊讲吼，阮吼军统个吼，军统局个人拢杀人吼，绑匪。吼、哦，歹代志做足济，啊，甲这些钱吼、哦、借来做一寡好代志，做一寡救济善车囡仔、善车人，这是应该安尼吼，是一个下作的工课。所以对于遐，我就听足济讲总统、军统的代志。中央统计局按照道理是以后变做西西派，西西派遍布全台湾的教育系统，
西西派，台湾的学术界拢西西派在掌握的。你若不是西西派有关的人，还是讲国民党经过相当的了解跟调查，就不可能入去中央大学。中央大学是典型西西派的大本营哦。哦，其他的你若像大学啦，还是讲中央研究院啦，拢嘛经过真仔细调查才会当入去。所以哦，总统跟军统是迄当阵上大的系统。啊，另外就是蓝衣社，哦，蓝衣社，啊个其他的拢总五系迄款的政治系统、特务系统。啊，所以足侪人唔知讲，蒋介石集团的厉害性，伊迄、那个伊迄个政治系统是交叉开火的，吼、哦。啊，但讲二八事件发生有计划，嘛是因为这两个西西派甲军统局因的斗争，伫台湾发生斗争，咧争这个啥，争战略的物资，争迄个战利品，啊，发生争夺安尼。好、哦，这嘛有一点啊原因。啊，然后迄是对1945年来看起，然后一直演变，吼、哦，这中间因为发生二八事件，啊，我第一在我咧讲台独的，因为吼、哦、二八事件了，真侪台湾人啊已经后悔。伫1945年10月2日的时，台湾的社会这个精英，甚至学术界。足侪拢足欢喜，欢喜讲中华民国要来占台湾，要来吼、哦、台湾要回归中国，足欢喜。但这个欢喜无超过年半，1945年10月2日，大家拢去安尼各所在拢张灯结彩，然后吼啊讲安尼哦，过着人塞堆啦，去到家人港口去迎接中华民国军队。但是无半年就开始失望。现场嘛，足希望就是讲，中国人军队来到台湾的时候，会使讲无啥物特殊，无啥物纪律，啊，派清朝爷啦吼，清朝爷爱派迄派党海峡，听台湾人看起，迄种派党海峡，啥物钉啦吼，鞋啊啦吼，用派安尼吼，啊，就安入来台北城，啊，已经真失望啊。啊，之后的时阁无军纪，没有军纪，吼、哦，啊嘛无卫生，到处配乱啦，放西放尿啦，吼、哦，哎，啊嘛无知识，无知识，哎，看到咱咧台湾人咧开迄个水龙头，水就流出来咧，足欢喜，嘛去五金店嘛去买一个水龙头，怎啊插落壁，哎，怎看嘛无水，哎，无水讲去抗议讲，哎，啊，别人诶，这个水龙头水，是啊，我甲你买水龙头，准诶就无水，伊毋知讲迄内底啊倒水讲。那边都无水，讲要这边哪有水出来？那像咱囡仔看讲，咱领摕迄个金融卡，是迄、那个、迄、那个咱的迄个卡片吼，咱的迄个金融卡，去迄个领钱的时，讲二啪啪的钱就出来啊！啊，囡仔想，哦，这张借我来看，二啪啪钱就出来，无迄代志。你无放钱里啊，这个钱就袂滴出来。吼、哦，那就所以这里壁倒来的，你无挖空，无倒水，你这两头插卡大机嘛无水出来。爱心港头翻铁马。哦，路边人的铁马人也无锁哦，就讲夹你走，不要骑嘛，不要砍也不要骑，啊用骑的，夹铁马入边，哦，啊这个无知识啊，这个程度唔捌看过吼、哦，啊所以台湾人吼、哦，渐渐就对这个咱的蒋介石集团这军队就真失望，啊失望，后来就无法无天吼、哦，无法无天，乌白来乌白布吼、哦，啊讲讲。强迫咱的这个查某啥有诶无吼，啊，拢一直占哦，日善一直占，啊，占就用为这个大姐单讲，啊，这啥物人去，啊，就别人拢未使叮当，啊，拢伊咧占一寡厝，甲真呀，即甲真有一寡厝要互占掉，占咧用吼，吼、哦、啊，所以吼、哦，无法无天的情形，互咱台湾人真失望。到尾毋则发生二八事件，二八事件发生了，吼、哦，一寡这些分子就开始反省，开始检讨，开始反省。啊！就产生台独的意识来，台独的观念出来。啊，台独观念出来以前啊，1950年就开始有大陆台独组织。那然后在1970年的时候，1969年、1970年的时候，就世界台独联盟，哈、哦、啊，叫做 WUFI（World United） 那个 Formosa Independent 哈、哦，这 WUFI 叫做 WUFI， 这之外是
世界台湾独立联盟哈，简称独盟啦，简称独盟哈，因为阵就成立啊，成立的时候咱也再来上过迄个政治台，伊是独盟的一份子。啊，是后伫1970年的时候，4月24日，有一个消息讲，蒋经国是迄个蒋介石的大汉囝嘛，啊，要去纽约，要去纽约去，要伫个 Plaza Hotel 啊，要去啊演讲。哦啊，足济咱的因的迄个华侨啦，所谓华侨，啊，甲台湾人挖苦国民党，拢要去参加迄、那个演讲会安尼。啊，电视台甲吴文雄是读 Cornell U 康奈尔大学，啊，电视台是伫迄、那个伫匹兹堡迄、那个，但系咱们啥物学校？匹兹堡迄个学校，我就实在袂记咧吼，嘛著名吼，迄私立大学。啊，两个古阿姐夫吼，啊就讲哦，联合起来要来刺杀这个蒋经国呢，啊真正去遐开枪，啊开枪的结果啊，拍无着，哦，吴文雄也枪，从电视台结婚过嘛吼，啊吴文雄是古阿，啊吴文雄也枪，啊可能已经我的猜想了，因为大陆人民吼。有真侪叫不要伫内底混在里面，咱台湾人有够单纯，咱拢唔知啊。大陆人民伊蒋介石一直处心积虑混连情报局、调查局，混入去大陆人民，吼、哦、啊！即内底足侪故事，咱就该请一个，请迄个台湾之声，迄、那个许荣启来遮演讲的时阵哦，伊就讲一件代志，讲大陆人民的名单。是干啦，主席、副主席、甲秘书长会知影尔，但其中有一个人后边是同国民党诶，所以伊名单拢牢牢出来。啊，然后另外一个故事是后边诶，2000年诶时，咱有一个部长是调查局训练诶，咱知影沈志毅做调查局局长做足久诶，爱死诶时阵啊。中国共产党甲举办一个追悼会，安尼啥物意思？大家知影啥意思？伊是共产党了，伫台湾呢。台湾无甲办啥物追悼会，死就死啊！但是共产党甲办一个非常隆重的追悼会，啊，就是沈志毅这个人，就是共产党伫咱调查局的。啊！咱每一个人的人事资料拢是调查局咧建立甲咧保管的，结果伊混入去咱的，混入去蒋介石集团内底。啊！我相信蒋介石做一个共产党，伊嘛了解，伊可能嘛知影沈志毅历史安尼。我依然咧猜测，吼、哦！啊！沈志毅伫调查局的期间训练足济台湾学生、台湾囡仔、台湾少年。哦，做伊个情报的马前卒，混入去台独联盟。1970年以后，混入去伫台独联盟。伫美国有三个，伫欧洲有两个，总共五个足有名的。有一个其中一个姓苏，伫台大法律系做教授的。啊，另外一个我白讲入去做阿扁的内阁部长。以后有人甲讲。甲陈水扁讲，啊，你若用这个人，调查局训练出来之后，别你做部长，伊抓一条，哎，我要哪知？啊，就国政顾问团推荐的呀，国政顾问团推荐啊，国政顾问团当然是李彦泽，因遮有名的，遮绿营的支持者组成的嘛。但我给大家报告，足济国政顾问团的人也是有问题的人，啊，足济读册人拢是足单纯、真白纸，未去想遐济，都想遐济人拢讲哦，人人好吼，甲大家吼安尼足够拍交道的吼，啊，这人后边我也有故事爱去讲，等到最后我才甲这人的名掀开吼，啊，就是讲表示讲，你哋硬执政无效啊，内底足济我的人啊，吼。啊，所以啊，咱伫这里、個，伫两个英雄要刺杀蒋介石时呐，因为因要因无枪嘛，
伊个枪是对田纳西州寄来，啊，伊要去刺杀的时候，已经甲面顶只头人讲啊，甲大陆人民的首只首领拢讲了，这三个首领拢唔敢到现场，啊，我相信这三个首领已经甲伊个秘密拢透露出来啊，所以啊，蒋介石志平就知讲有人要来刺杀，啊，所以这个可能警卫啊，就是讲这个护卫伊安全的人超过人客啊。超过要来听演讲一般的人啊，哦，我相信迄天因应该拢知影讲有人要来刺杀蒋介石，所以特别有美国足济迄个便衣的迄个刑警都混入去内底，啊，所以当吴文雄安尼手举起来呢，随后去用拍，用拍一个对面顶去，所以枪飞的时拍到天花板，哦，拍到天花板，啊，马上就去用压制伫涂骹，啊。电视台当然是少年嘛，较清秀嘛，吼、哦，伊嘛无都提着枪啊，啊，伊去解围，就是讲吴文雄向二里拖开时，伊去解边个人去伪造讲叫伊，哦，对，爱回爬起安尼啦，啊，伊滴就害啊，结果去互迄个安全人员解拍甲伊目镜滴落啊，煞面煞吼掉空煞流血安尼。啊，所以我唔知会使有攻击段无吼，啊，然后问题来啊，吼、哦，拢无代志就无代志，有代志的时吼，蒋介石当然当下个台湾都一直查来查去，地毯式的查吴文雄的过去的关系，啊，电视台过去的关系啥，查来查去，咦，发现啥，有一个特别的代志，诶，吴文雄较早到伫康奈尔大学读册时阵啊，康奈尔又读册时阵啊，伊的 roommate。伊介带同寝室的迄个人叫做李登辉，哦，好啊好啊，有一个李登辉，叫我来甲查看嘛，就地毯式甲密集甲伊查，啊查来查去，伊身躯边嘛拢爱查，我迄阵都1970年，我都八月初八甲伊见面，八月初九开始我就上班做伊研究助理啊，吼、哦，啊密集甲伊查，可能对这个四月1970年的四月，吼、哦、四月底。蒋经国回来了，就开始查，啊查到，八月的时候差不多查三四个月，五月六月七月，吼、哦，就三个月咧。啊，迄当阵的时候差不多逐礼拜，李登辉拢爱去，调查局啦、情报局啦，甚至迄阵警备总部啦，爱去应讯，啊去用问讯就对啦，问东问西，啊回来就交讲见问了问同款的问题，吼、哦。问同款的问题，我讲啊，到底是问啥问题？我讲哎，啊，你较早伫可能读册时吼，康奈尔大学读册时吼，伊是安那吼，大概拢常常讲请人去食饭，吼，请一寡学生食饭，啊，拢唔捌请所谓的这个流亡难民，就是所谓外省人，即少年人食饭，大概拢请我恁台湾人食饭安尼。啊，我来甲问，老师，你是安怎甲回答？哦，真简单啊，我讲啊，阮太太吼、哦，受日本教育啊，都未晓讲北京话，啊，所以哦，普通若要请人食饭，拢会讲啊，找几个要讲台湾话来食饭安尼，啊，当然只台湾话要讲台湾话，拢是台湾人，啊，所以迄种李登辉看美罗美两个人，我歹势讲什么人吼、哦，这两个人嘛是真有名气的吼，讲因两个是教别啊，国民党教别啊。来给他打小报告，才会让调查到那个程度呢。但是查来查去的时候，发现说李登辉人生活很单纯，除了跟人打高尔夫以外，就是读书写文章，他的学术界也没有朋友，因为他是五段，他唯一的好朋友就是牛国秋，牛国秋是乖乖牌，除了读书以外也没有朋友，这都是二八事件的见证人，二八事件发生的时候，林国秋是高中生，台中一中的，啊，李登辉是台大学生，吼、哦，啊，拢惊怕大，所以吼、哦，拢真故意，拢无爱甲人交朋友，吼、哦，因为朋友交哪济哪麻烦，伫迄个时代是安尼，我伫大学时代我嘛无是朋友，吼、哦，较交到这两个一讲你话，其他拢爱打联络之交。因为你朋友交哪济，那危险，吼、哦！因为你唔知迄朋友伊是营养病，
伊是毋是国民党诶照片啊？吼、哦，啊嘛无随便讲话。调查起来，我李登辉足单纯呢。诶，啊，佫是较早是台共诶。足侪人讲，李登辉是蒋介石甲推荐，迄阵的报纸拢安尼讲，实际上毋是安尼。真正推荐李登辉的是，王作荣。王作荣伫真早就推荐李登辉，伫1970年的时候就推荐李登辉啊。未发生迄个刺蒋案以前，就开始推荐李登辉啊。伊伫1969年的时候，伊要去日本调查，要去了解，要访问日本，要了解讲日本是安那，吼、哦，又写一篇文章，叫《日本这个太阳是怎么样升上来的》。伊写篇文章是主要是要去日本考察，啊，要考察的时候，伊想伊不晓日文的，要找相，啊，有人个推荐讲李登辉日文足老，啊，搁再吼，伊伫联合会服务吼，摕着 post 号对美国转来。啊，所以伊就马上找李登辉，啊，李登辉佫真爽人吼，啊，伊就甲我讲，李登辉袂歹，真优秀，啊，就甲蒋经国、甲蒋经国推荐，讲这個人，卖管伊升级台湾人还是毋是台湾人，一定爱吼，甲伊吼提拔，啊，互爱回吼参加我这个考察团，吼，啊，到尾也是甲伊两个人尔，王作荣甲李登辉两个人，从啊上路去考察这个日本的经济。啊，等下就写一篇文章，当然有因迄个考察的报告伫啊，李登辉嘛写报告，吼、哦，总报告当然是迄个王作荣写。啊，迄当阵伊就感觉讲李登辉人袂歹，吼、哦，去两三礼拜，安尼一路安尼，哎，两个人就交换意见。啊，王作荣从一直建议讲李登辉爱参加国民党，将来才有可能吼伫迄个即、這个中华民国即个政坛内底啊，哎，出头天啊呢。哦，伊三番两次拢写批号，即个蒋经国，伊伫到1970年，我也无记唔到，伊伫伊迄个壮志未酬内底买写，像我迄当阵啊，农夫会的即个农经组的组长，兼另外一个组的组长，一个人兼两个委，啊，有人咧讲不应该安尼，啊，李登辉伫农会已经18年拢无升迁啊，哦，伊想讲李登辉应该接农经组的组长，啊，伊不便家己过去推荐，伊就去叫一个叫做。迄当阵的迄个杨家林叫杨家林，吼、哦、林就是迄个麒麟迄个林，杨家林迄当是研考会主任委员，吼、哦，伊想讲，杨家林这個人足正派，吼、哦，阿嘛较无迄款的省级歧视的观念，好、哦、嘛是较爱人才安尼，所以伊就出面去找杨家林，讲，是毋是你来叫你来写一个推荐函，或者个李登辉会当出头来接农学会农经组的组长安尼。杨家林同学有做这个代志，啊，无偌久，1970年一直调查到1971年的时呐，哎，1971年的这个热天的时呐，吼、哦，李登辉就怎啊接农经组组长，啊，足紧嘞，农经组组长做了无偌久的时，1972年的时呐，蒋经国组阁组内阁的时呐，吼、哦，都叫伊去做。政务委员，这就讲咱这个台湾春秋的主角，吼、哦，伫这段时开始出头安尼。我是重点是头前上头前这段的讲者，然后再来讲，这个蒋介石伫1975年过身去，啊，蒋太祖怎啊接位啊嘞？吼、哦，来讲这个物啊。啊，这中间当然无偌久都，吼、哦，到1978年，拢是李登辉拢做政务委员。啊，过来，蒋介石1978年就选总统，我有讲起选总统参这个啥，迄当时要选总统的时，伊嘛是一个人竞选，咱的台湾的新北吼，咱的宜兰迄、那个郭有新，伫美国讲要登来选的时，嘛没有登来，啊，郭有新迄阵要选总统的时阵，伊的左右手就是王能祥先生。啊！迄当阵我想，王能祥先生来当帮忙桂友新，迄是真好个代。我怎啊甲伊敲电话？伊毋捌我，我毋捌哩，我毋捌甲伊见过面。啊！伫电话内底讲，啊，我就甲讲，啊，我就是无啥人。啊，我过去对李登辉，哦，伊讲李登辉哦，啊，李登辉来遮个时吼，有甲阮见面呢。啊，时吼，
阮甲讲，阮咧创啥创啥，拢主张为台湾独立的咧吼。啊，就是要反对国民党的咧吼。啊，甚至有人内底是主张要武力革命的咧吼。啊，伊讲，我讲啊，你定位安怎讲？用哦，啊，恁即群人拢是要革命的是无？安尼啦吼，类似安尼啦。啊，你定位当然是无行革命的路线，伊是要行民主改革的吼。伫迄个蒋介石学已经开始咧学习吧呢。哦，我来讲啊，一段啊，另外，迄当阵，严家讲着做一个虚伪的总统嘛，吼，啊，无偌久的时候，1977年，当然、这个1978年进前就发生中立事件，我是部署，吼、哦，中立事件这边是咧讲啥？讲反对党，迄当阵叫党外，党外这人啊，伫1977年的时候，认真拍拼，是讲要来参加选举。就行入去这个选举的路线，吼、哦、啊，就发生中立事件。这种中立事件当然是柯信良迄个代志，吼、哦。在1977年的时候，12月遐年底的时候发生，吼、哦。啊，后来之后1978年的时候，蒋介石选总统无偌久，选总统的时候啊，内阁当然有改变啦，吼、哦。内阁迄当阵吼，迄阵内阁蒋介石选总统了。伊个内阁是迄个，本来是，他这次我煞袂记得啥物人做内阁阁揆，敢是李鸿祥？阁揆呢？哦，孙立群阁揆吼 ，OK， 1978年做阁揆吼，吼、哦、啊阁揆了，阁揆吼，啊迄、那个李廷辉就去担任啥？迄阵李廷辉伫六年后，伫做政务委员了，伊就去担任台北市的市长。这是我无想到的，吼、哦，我无想想，伊会当会做迄台北市市长，伊接迄、那个接这个安尼，咱个林或者啥，讲做迄个，唔是丁洪淑，林永刚，林永刚先做台北市长，再做台湾省主席嘛。啊！李廷辉拢倒伫后边吼，啊，所以1978年起来的时呢，就选总统当选的孙立群做议长的时呢，是李廷辉先做这個台北市市长。啊，我总无想到，伊伫1972年的时阵呐，伊起来做政务委员时，我是甲讲，讲你将来要争取的，毋是去做部长，吼、哦，因为部长吼，两三年甲你换一个部，两三年甲你换一个，换甲都老酷酷也无路用，都要去做省主席较好安尼，吼、哦，啊，你若做新主席，将来有可能像袁家干安尼吼，去做副总统。啊，做副总统了，因为假设若蒋介石若较低面，你就做总统啊。我是安尼甲讲。啊，所以1978年，伊就去做台湾台北市市长，迄是我无料想到。啊，迄阵1978年的时候，我家己本身吼、哦，我家己本身伫迄个纽约州大的时候，安尼真失志的时阵啊，大行拢无顺利的时阵。啊，所以我迄年足侪时间拢咧研究政治斗争的问题。啊，1979年我就倒来，1979年倒来，我有家己敲电话，因为伊叫我哈，去美国读册，都爱读起个啥都市财政。啊，我想啊，伊即个做台北市长的时候，我都市财政当然会当派上用场啊。啊，但是拢嘛无机会通甲伊直接见面吼，大概见拢见迄个啥，见迄个伊个副手，那叫啥物名？那呢，鲜花迄个人，鲜花迄个，伊较早做，捌做过台北市长，迄个黄大洲啦。我大概记拢记得黄大洲吼、哦，啊，记得黄大洲都无啥物好啊，因为到黄大洲遐都拢啥物物件都拢袂当去到面顶啊吼，看袂到李廷辉啊，真少机会。一直到1981年、82年的时候，我才有机会去见到李廷辉啊，我敲电话安尼吼，啊。代表我中央研究院迄个单位送我的研究报告去看，啊嘛将我的研究的重点提出参考安尼吼。啊，然后这中间啊，1979年发生就发生美利都事件吼，即、哦、我有补充这个美利都事件这部分。美利都事件是继承这个1977年这个反共精神，因为1977年发生中立事件以后，当然柯信良就做馆长嘛，但是。过当当的时候就发生桥头事件。桥头事件是跳到年底嘛，发生桥头事件就是伊电话的代志。啊，发生桥头事件，大家党外的人拢伫桥头吼抗议这个国民党的对于迄个伊电话不良不当的处理。
啊，发生几落事件时，因为柯信良是伫馆长的职务上，走去参加几落事件，啊，所以国民党就强怎啊，甲伊免职啦，甲伊停职，停职了，伊怎啊离开台湾啦吼？无久怎啊离开台湾？啊，1979年就是美丽岛事件发生的时，就是美丽岛十字这个案，这个案件，美丽岛十字下，因为咧召集一挂人才，吼，啊，被拍算到。发生伫迄个已经伫迄1978年诶时阵，伫要选举，吼、哦，1978年诶年底伫要选举，选迄个啥国大代表甲立法委员，声势足旺诶就对啦，吼、哦，那像即个姚嘉文伫彰化啦，吼、哦，啊，还有即个刘春宏伫台北啦，吼、哦，啊，林美雄可能伫宜兰啦，吼、哦，因遮精英拢要出来选国大代表甲选立法委员安尼，啊，结果因为。中美断交啊，怎啊停算？停算，因怎啊组一个吼？李秀莲甲这个张春，诶、欸，或者啥？张春南，中部迄个张春南，彰化人迄张春南，因怎啊宣布成立一个啥？因怎啊组织成立一个诶、欸、中央公职候选人诶，这个联谊会，啊，公职候选人联谊会，啊，就到处咧演讲，讲述社会运动啊咧。好，阿因咧声势嘛真旺咧，到处咧演讲。我有顶个，我有讲起讲，1979年的7月28日时，伫台中迄场光复国秀的事件，因扮演足重要角色。因伫街头演讲，声势足旺，足侪人去听嘛。因为对国民党不满的人真侪，拢集结伫迄个所在，爱咧听演讲。啊，警方就用啥？用水车，用足强的水管跟枪，吼、哦，消防用的迄款水管挡遮人。甲想看卖。7月28日当然是还好啦，热天啦，吼、哦、啊！但是水管真强，你有当枪就是徛袂掉。因为我一个这边遐迄栋做警察，啊，伊伫台中做警察的时候，伊去参加现场，伊咧讲遐人真勇敢，水甲枪嘛无咧惊，都一直咧演讲讲袂煞呢。到尾嘛是动用这个镇暴部队给驱散，吼、哦、啊嘛发生小小的冲突。啊，因到处咧演讲嘛，是到处咧或者串联，吼、哦、啊，伫准备要伫12月70日。国际人权节要伫迄个高雄办一个大型的演讲会，哦，啊，先我甲因讲啦，因有来找我，我甲讲我不便参加，我甲因讲，我的观察，国民党唔是省油的灯，绝对无他互你用遐济时间遐济精神吼，互恁对遐到处演讲，伊个有一天吼，伊、哦、会准备好写信。一定要做一个陷阱，互恁大家拢落落一手拢甲你掌起来，安尼。啊，果然吼，迄边的时都是王兴的系统哈，吼、哦，迄、那个刘少康办公室，我相信是刘少康办公室因的去主导，啊，怎啊，真正发生这个未报先政，吼、哦，先政报部队先出头，啊，就去甲因，吼、哦，去甲因这個、政报安尼吼。爱心都发生波动啊！哦，石头啦、古那一直出来，啊，就拍个头破血流，啊，就个代志渲染，甲讲足严重诶，啊，就讲要掠五百个人，掠五百个人。啊，因为美国方面出头，吼、哦、来干涉，吼、哦，甲尾则讲疗伤止痛吼，缩小迄个范围，这里啊，朱某者10个人来判刑安尼。本来是讲朱某者拢要枪杀咧吼，安、哦、尼，啊，这中间，我个人吼、哦，我的办公室都，赶快我来讲，迄阵咧掠迄个四平的时阵吼，啊风声鹤唳吼，啊全台湾安尼报纸啊，逐天都咧追踪吼，咧、哦、报道迄个四平的逃亡的路线，甲可能对对去，安、啊、一直掠，啊当然，迄当阵挨牵挨着就是张金英吼，张、哦、金英迄较早要做过这台中市长的张金英，即个已经唔是民进党，伊对民进党失望。啊，甲郭俊明，就是咱的台南市吼，伊的迄个郭俊明安尼吼。啊，当然啦，伫迄个时代呐，较无了解的人会埋怨，因为迄当阵的国民党甲这党外当作三合一敌人，吼、哦，就是讲主张台独就是共产党，安尼。啊，共产党是杀无赦，啊，所以就是讲，张着就是要枪杀安尼。啊，全台湾的人就分作两种人，一种人是讲讲啊，这英雄人物，吼、哦，拢是为台湾打拼，表示同情。但是你也表示同情，私底下讲话去，你也公开讲是袂使的，吼、
像我一个同事，伊就是伫公开伫课堂中啊咧讲，讲对这人足同情的，安尼尔，后壁就打小报告去甲缅甸，啊缅甸就派人来阮办公室查封阮的册，阮迄个图书馆有关迄个咱的，迄当阵党外杂志拢查封啊咧，吼、哦，啊另外就是我办公室我的手机簿啊，我的电话簿啊，吼、哦，怎啊向头提起，哦。向头的去啊，内底当然有一挂甲毕业的事件啦，有关特别我台大法学院一家学长，吼、哦，吼、哦、诶电话啦，吼、哦，啊个地址啦，吼、哦，拢记伫这个手机簿内底安尼，吼、哦，那像姚嘉文啦，吼、哦，啊彭碧庆啦，吼、哦，吼啊啊迄、那个黄鸿雄啦，黄鸿雄，迄个阮台大算政治的前辈，啊个这个李秀莲啦，迄法律的学长啦，吼、哦。拢有电话伫内底吼，啊，讲到这个所在都像1979年的年底了吼，啊，然后这人当然就厉害官啊咧吼，看起来是足兵精，啊，当然我上头前讲就讲1982年的政治斗争，就是国民党嘅政治斗争吼，国民党政治斗争1982年的时呐，1982到1982中间呐，蒋介石身体足歹，病甲咧吼，身体有够歹。啊，然后遐拄好，拄咱个王兴，吼、哦，美国方面都邀请王兴去美国国务院访问。啊，美国是关心啥？关心讲，即摆蒋介石身体遮歹，是毋是有可能死？啊，若死个时，台湾阁刷落去安怎？国务院是咧顾中华民国，吼、哦，是咧烦恼顾中华民国，刷落去啥物人要接手？安尼吼。啊，迄个时阵伫1982个时吼。啊、一寡政党人物拢咧结盟，吼、哦！我有讲到讲，迄当阵副总统贾龙敏做副总统以后，1978年副做副总统以后，当年的过年拢伫中华的老乡、老家，吼、哦，请人去召集中华县甲南投县的政治精英，吼、哦，拢咧做一食饭，吼、哦！然后参马继壮、参王兴，伊拢结盟。所以，当1982年年初，王兴去美国访问的时阵，啊，是美国方面甲问讲：“蒋介石那死的时候，你台湾的安怎？台湾安定的问题安怎？”王兴讲：“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拢安排好啊。哦”吼，啊，这个代志去有这个中国西部的，迄、那个当时长，迄个余纪中知影的时候，就甲蒋介石讲：“敢毋是拢安排好啊？”蒋介石想：“我哪有安排？”拢是恁家的安排，啊，所以伊怎啊开始整肃王生，吼、哦，甲迄个刘少康办公室怎啊取消，啊，甲伊送去5、6、8呀，吼、哦，安尼，啊，然后1984年要选总统的时候，本来贾龙敏一直想讲伊会当阁继续做落去，但是迄当阵怎啊无回阁继续做副总统，啊，怎啊找李登辉出来，李登辉伫1981年。应该是八一年的这个应该八一年，应该是明，安尼是1970，对，八一年的12月初开始担任这个省主席了哈。十二月初，因为我十二月底我要伫省政府来做顾问哈。啊，所以1981年的年底，伊就去走去做这个省主席啊。啊！1984年的时候，三月就宣布讲要选总统的时候，要找这个李登辉做副总统。这是之前我讲的这段，哦。当然，一定当选啊！39投票的时候，哦，蒋介石甲李登辉拢高票当选，哦，啊，高票当选，啊，我有甲李登辉发一个电报，我怎啊骑 TV 去这个南港的电信局去发一个电报甲祝福安尼，哦。啊，祝福的理由是讲要回想，就讲伫1972年的六月中，我甲伊见面的，我所讲的话就是讲，有一天你有可能做副总统，啊，你要做副总统，你就要准备有一天你要做总统。我迄个电报的意思是安尼吼，当迄种袂使讲啊伤过白吼。过来，咱要说的是要讲1984年发生什么代志？1984年。当然，五二零的时候都已经吼、哦，这个
当然发表这个李登辉担任这个副总统候选人了无偌久，吼、哦，咱所讲的头先迄个孙立群就怎啊中风啊嘛，吼、哦，中风了的时候，伊迄当阵的这个内阁的迄个阁揆都已经换迄个余国华，换余国华呢，吼、哦，啊，李登辉就怎啊真正去做副总统啊呢，吼、哦。啊，当然，副总统是一个学生嘛，对来讲是拢专心的，迄个领域吼、哦。啊，因为乖乖牌吼，乖乖做代志，人叫伊创啥，伊就创啥咧吼。啊，像1984年的时呐，啊，拖啊，1984年的10月15日啊，发生江南案。江南案，江南是笔名啦，真正的名叫做刘宜良。刘宜良是一个外省人吼、哦，这个咱讲的这流亡难民来个台湾。伊是报社的记者，啊，然后文笔足好，哦，啊，然后写文章，啊，嘛读过读历史，啊，对这个对这个蒋经国的过去，吼、哦，甲现在，吼、哦，甲未来，伊拢有一个观察，啊，然后伊就，到尾伊讲讲台湾终究唔是流亡难民长久的所在啊，所以伊就移民去甲美国。去美国读书，啊去美国，啊美国的时，伊就伫遐，哦，伫遐，即规个家族就伫遐，规个家庭就伫遐过日子，啊咧写册安尼，哦，啊伊写迄本册叫做《蒋经国传》，哦，一时的吼，刘良，去有这个，去有咱的这个情报系统的人，吼、哦，情报系统的人去买收陈克礼甲张安乐，哦，叫做白人。错个白人这个，这两个人啊，牙签。伫1984年10月15日，牙签去刘一良引导，当伊塞车要出门的时候，吼、哦，伫迄个车库的附近，怎啊开枪甲杀死？伊的《蒋经国传》的初稿才拄好完成，安尼啊甲杀死。哦，啊，这大代志，因为已经规划美国籍，吼、哦。经过几年当住伫美国了，爱心宣誓吼效忠美国，安尼即个美国的公民就对了吼。啊，写一个蒋介石《蒋经国传》，啊，就怎啊去有中华民国的政治系统，找德联邦诶、苏联邦诶陈克礼甲张安乐去甲伊枪毙，去甲吼抬举架构，任何人未使去写。因蒋介石人的传记，啊，实际上，迄本册后来以后有印足济伫美国那边，吼、哦，啊，迄时阵1984、1985的时候，我嘛要来现看看，嘛无感觉讲伊有咧批评啥物啊，嘛无回真歹的，是恶评人讲真歹迄个评论啊，但可以看会出讲吼，会当看会出讲。这里不是蒋介石本身来讲，就是蒋孝武所为啊。蒋孝武在1978年的时阵，1984年的时阵是一个40多岁人啊，哦，血气方刚啊，血气方刚，哦，一听讲，哎，听到叫别个讲，哎，江南在写一个《蒋经国传》，甲恁蒋介石外面吼，未红看呢，迄部拢甲显现出来呢。伊就爱受不了，受不住安尼，受不住用伊个宽力，吼、哦，啊，落去找这个，陈克礼甲张安乐，哦，去落去甲这个人抬死，这是因一向的作风嘛。国民党是一个帮会组织，伊真正的核心人物是青帮洪门啦、啊，外围组织就是德联帮、苏海帮这些人嘛，吼、哦，啊，所以。刘一良既然做过伫台湾吼，伫、哦、台湾待过，啊，伫台湾做过国民党的代志，啊，然后走去美国了，你就对我不满，起来时佫继续表示你不满的物件，安尼我就甲你抬举架构，吼、哦，啊，但是对美国来讲，这是何等的屈辱，是安怎你会当派人？你中华民国是一个流亡政府，你是安会当派人来到我的本土，抬死我的公民，佮抬死我的国民？这是违反基本人权的呀、啊哦，所以美国方面在1984年10月15日以后非常愤怒，
特别是人权组织方面，吼、哦，啊，甲这个国会，啊，甲这个咱的咱的联邦政府内底非常不满，都要求中华民国爱做相当相当的改进，吼、哦，啊，只要陈克勒拖到1980年才回来，陈克勒1980年七月回来的时阵，伊做足济录音，做足济录音带。伊想转来，转来时，因陈克勒足知的嘛，讲国民党一向都是用我德联邦，还是苏海邦的人去做杀手，然后后边佫派你的正规的，以及一挂情报人员，还是讲这个调查局的人来甲这个杀手抬死，灭口灭口，吼、哦！啊，刘一良佮张安乐因真知国民党保守，所以就伫迄个所在，所有佮国民党的这个。台面下的一寡秘密协定，拢家藏到录音带内底，然后藏伫美国，啊，人才转来台湾。好，我若你若甲台死，我伫美国甲你公开你所作所为，拢是经过咱讨论过，是你叫我去做，我才去做这个代志安尼。啊，所以伊就用这个方式入来甲台湾。1989年7月，转来甲台湾。1990年7月，伊讲国民党会调遣你转来。啊，回来先创啥？你卖甲遐过去所讲的，咱所讨论遮秘密的协定，卖甲公开。我互你好康诶，啥好康诶？承包台北市的捷运，啊，承包台北市的捷运的工程料，一个辗转转包处理安尼。伫1989年7月，等下甲台湾，车7月2号左右，等下甲台湾，然后伫1990年。七月，报纸讲，伊一年中间，刘克陈克勒伫台湾的迄、那个伫台北安尼，哦，台北捷运的这个承包案内底，赚100亿，迄就是回条件，叫你袂使甲迄个代志讲出来呢，哦，这是我补充你，各位来去看1990年迄、那个7、8月的报纸，都咧讲这部分，讲陈克勒。对去年的7月底回来到台湾，到这摆的时一年足足都赚100亿，因为承包这个台北捷运、台北市捷运的工程，安尼承包佮转包出去赚100亿。哦，啊，这就是我好不要看代志的人讲，哦，我陈克勒有够牛呢，哦，陈克勒啊，回来一当年啊，赚100亿有够牛呢。啊，你也要看代志，你要看后边迄、那个，本质是虾米，后边迄个故事是虾米。所以，足侪人，咱台湾人拢去看报纸是用看的。咱真正来了解事，迄、那个代志，都要去了解讲背后遐各种来龙去脉、来龙去脉是安怎，甲迄事实是安怎。你干来看表面的沙无鸟毛。我嘛是伫1989年7月底转来到台湾的呢。甲1990年7月底，我赚偌济，我一个月。一个月提6万块啊，7万块，做7万块算，我都赚84万呢，做甲要死个呢，吼、哦！阿姨安尼坐到办公室，伊毛翕办公室咧想出来啊，安尼敲来敲去都100亿，啊，这毋是无故事诶，后边故事头先我讲遮，吼、哦，这是故事，吼、哦，啊，然后咧，1984年10月15日发生江南案。美国当然足愤怒的，就甲这个蒋介石吼表示真严肃的抗议。啊，变来处理，伊必须讲都要开放东京甲北京，这是国务院的作品啦、啊。那是国务，那是迄、那个咱的国防局的做法，国防部啦，国防部的做法，就讲你好好甲结束你的这个代理占领，由我国防部，我 USMP 来接手啊。但国务院迄种是咧插这件代志的，国务院哦 ，Department of State 哦，就即即块希腊路迄个单位啊，伊就比如讲，你都要民主化改革，你都要开放东京、开放北京，安尼，爱有相当程度、相当程度迄个 transparency， 就是透明度，哎，啊，所以蒋介石要哪去处分这件代志，伊就伫1986年。3月派蒋孝武去带新加坡离开台湾，拼一个风头，
啊，去住新加坡，哦，1986年3月，然后迄当阵就开始积极栽培一挂少年的学生，哦，栽培伫这里调查局，啊是迄个情报局训练台湾囡啊，混入去东华，准备啥？准备这个反对党要组成的时阵，这些人拢入去反对党，来主导反对党未来的动向。迄就是之后，伫民进党成立的时阵，有一个东华辩论会，吼、哦，入来伫迄个民进党，遐人最后，甲要入来民进党的时阵，就主导整个民进党的一切。这些人拢不会做头，拢是老二哲学，吼、哦。拢做第二个就好，你做总统，我做秘书长就可以。总统啊，秘书长，谁上像这实在的总统？哪像李登辉？1988年1月13、14开始做中华民国总统，但是秘书长拢蒋介石，一直做到1998年。对1988年到1998年十档时间，真正的总统不是李登辉，真正的总统是蒋介石。啊，咱大家拢不要看，足济人拢想李登辉有权力、有权力做啥做啥做啥，实际上伊是无。哦，我伫只补充一句：1995年的年中，差不多秋天的时阵，有一天。我去台台王景熙找一个先輩，我的前輩，给我10届，也是李登輝学生。伊讲你来啊，足拄好啊！我昨吼才去遐老师见面，吼、哦、啊！我哎，老师讲啥？用老师交代啥呢？讲你爱甲我有的学生，所有的学生讲，讲老师是空壳的，各位老师是空壳的哈，空心大老官啊，一点啊权力都无。所有的学生一定要对我100%忠诚，但是绝对袂使要求任何一官半职。嘿，我本来就知影，我本来就足清楚啊。一个李登辉上伊卡业者南派，伊比较总统府，遐人拢是流亡难民的，这个第一代、第二代，人想要听你，人想要操香你啊，操香你啊，无可能啊。所以你零是不出总统府，哦，你个做国民党的这个主席。临时不出国民党的大门啊，国民党迄个中央党部的大门啊，是秘书长咧控制一切。即个总统内底赶快是秘书长蒋介石咧控制一切，对啊。所以这当然将来足侪故事通讲吼啊，这里表示讲吼，咱咧讲就是阿扁啊做总统的时呐，吼。伊规个做总统嘛是新潮流，甲伊倒三工出来，所以新潮流有要求有暗盘。本来是柯信荣要选总统诶，柯信荣是党主席，当然爱出来选总统诶啊。但是柯信荣无要答应新潮流要求嘛，所以伫1999年7月有一天突然讲柯信荣退选，和陈水扁出来选，因为陈水扁已经甲新潮流有。Under table 的协定，新潮流讲，新潮流当去找柯信荣讲，我会当甲你斗三工，但是你若当选总统的时，你要啥物职务，互阮的人做？伊要求啥？要求当然是国安会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还是中央党部秘书长啊？柯信荣无法度答应啊！啊，你无法度答应，我去安阮去支持陈水扁哦。啊，陈水扁甲答应，陈水扁当然是得到支持。所以整个新潮流的力量，从我看来支持陈水扁。啊，陈水扁得到什么？咱即要甲看，即当阵2013年，来甲看2000年政党轮替以后，甲2008年，吼、哦、马英九接手，即中间的8年，足8年中间，什么人游说说拢无做，什么人无游说说都做，即就真明显。有一群人是政治局将蒋经国训练出来的人，伊是国民党的骨，国民党的骨，民进党的皮，用民进党来骗台湾人，讲我甲你拢同款的，我是代表台湾人，要来甲国民党扯平，实际上是无咧扯平。
两千零八年完全是为了设一个局，要让马英九当选的，所以大家在练目屎拢是无必要的。因为本来不管什么人出来，那个局就是要民进党来当选的。你也看，恁大家拢唔知影讲，贾中廷咧选总统够够认真，无认真呢？我的观察是足特别的。江省个办一个有关总统选举的财经的政见的这个大会，在迄个信义路五段一号，咱迄、那个就是咱的迄、那个，即摆现出是伫信义计划区，迄个是啥物？咱的叫做啥物？迄、那个所在叫啥？或者？贸易中心还是贸易啥？世贸大楼，嘿，世贸大楼，迄足大场面的，迄是这边甲迄边甲拍开安尼，一当一届容纳几千人，一两千人的座位哦。当民进党发表财经政策的时候，贾中廷徛伫台顶，无演讲过呢，财经政策无演讲过呢。一点钟的时间，重复讲第一点、第二点、第一大点、重要大点、一点、对点。我看吼，讲十五分钟，我也看听袂落啊。我怎啊写一个硬一个句？财经政策是安怎？我怎啊提伊的文宣部主任讲？你较紧嘞，你少年，较紧提起会，甲讲你都要按照这个架构来讲你的财经政策。哟，我袂使提这个物件会，我都要做只仔细听伊在讲啥物。你要上台以前，你文宣部主任免替准备这个演讲稿，免替准备一个有秩序的、头脑不会有一个逻辑观念的一个财经政策，一底下提提嘟嘟讲不出来，哦，啊，然后苏贞昌副总统候选人无在场的，干那找一个林心怡底下咧讲啥，要来做一个 CEO 的，啊，这表示啥？无用心嘛，无认真要选嘛，所以因。为哪讲，后边一部分都一直走起来，本来就坐未满啊。国民党迄场共无共款，国民党迄场啊，坐到满，按头到尾，萧万长吼，萧万长甲迄个谁，甲迄个南投迄个人啊，南投人迄个做海基会，江炳坤。演讲的时候，哦，安尼跑跑呢，足详细。过来话萧万长，过来话马英九，全场无两场，足紧凑的，足认真，足拍拼。全场无人离开，我按头听到尾。啊，我看贾中廷迄个有关财经政策意见的迄个论辩内底，人听袂落呀。轮到因讲的时候，已经后边拢有人走了来坐袂满。而且你讲啊，提提吐吐，拢无用心。啊，然后伊讲未完，走一半的人啊。我讲啊，安尼贾龙廷绝对无法度当选。伊本身都无想要当选啊，伊是咧做球好，卖叫当选啊。所以你看，即款的民进党敢达到咱个支持，即款的选举咱慢慢去遐投票。哦，所以台湾人唔免烦恼，唔免哈，唔免为着民进党选输来咧伤心流目屎。哦。我今天讲到这里，多谢大家。今日